以前当你就哭了，他说我八零后，疯了吧。昨晚我们俩吵架了，怎么吵的？你给大家说说。昨晚吵架了。怎么吵的？你跟大家说说。啊？怎么吵的？啥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吵的架？你跟大家说说，我们吵啥了？我忘了。你忘了？你为什么说咱们俩吵架了？记得有这么个事儿来着。谢谢 R E T O R， 谢谢 Written。你说吧，你光说记得有这事儿，我都不记得我们俩吵架了。他说我们俩吵架了，我真的不记得我们吵架了。你说我哪吵架了？或者说闹脾气？什么时候闹脾气的？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吵架？我们吵的是我们因为什么吵架？吵什么了？然后我们俩是怎么吵的？我不知道在这个点上能不能说，可以说吗？就是涉及到其他人也可以讲吗？涉及到其他人？也不是涉及到其他人吧，反正我不知道能不能讲。你先告诉我吧，我记得咱没吵，我记得我们俩昨天没吵架。你先偷偷告诉我，我先听一听能不能讲。那必不能讲了，不能提别人的名字啊！我想起来了，是吵了，也不算吵架，就是我们俩在讲道理，互相的讲道理。我们三号链接的麻辣牛肉送大家一包草莓果冻，我又给大家改上那个活动价了，大家要吃麻辣牛肉的可以开一下。你为什么什么事情你都记得那么清楚？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今天就已经想起来。我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老是觉得没吵。哎，你们觉不觉得？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草莓味的果冻，就是我们卖那个果冻，你们觉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以后，怎么讲？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对象在一起以后，你会为了你的对象放弃掉一些自己的爱好吗？会吗？会还是不会？大部分都是会，也有不会。因为就是去了这一趟，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啊，就拿那件衣服来讲啊，就是也不是说因为那件衣服什么吧，就拿那件衣服来讲，就是我们俩在聊天，就是说，其实我就感觉星星为了我放弃了很多，我昨天就告诉他，我说咱俩还没在一起之前，就是我有翻过他的朋友圈，就是我跟他没在一起之前，我不是都一直在朋友圈里窥探他吗？然后他那个时候很爱发一些就是照片啊，就是喝到一杯奶茶也会很开心的，就是发一张照片啊，就那种名媛圈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们在一起之后其实很少了，就是大家会，就是还有之前还有我们咱们家星辰有问过我说，哎，为什么没有星星的单人照片呢？我们为什么找不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很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大家。我就说我说确实星星的单人照少一些，因为我不太会拍照，然后一般都是星星给我拍。然后这次去了厦门以后，就那一件衣服，然后又引发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星星有在我们俩在一起之后，有放弃掉一些自己的喜好啊，自己之前的爱好，然后，但是我特别希望，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是，能让星星更好。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就可能没有，就是大家在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就是老是想着两个人以后会怎么样，两个人以后怎么样，好像逐渐的就把自己，就把我抛弃掉了，就逐渐把自己那个我给抛弃掉了。嗯，就像星星为我就是也做了很多就是变化，然后我也为星星做了很多变化，然后昨天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点争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要不要就是要不要放弃自己之前的一些喜好。嗯，反正昨天就是这个争执。但是我们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真的是所有的钱都在星星那里，就是他要掌控所有，不是说只是在荧幕前跟大家讲说零花钱怎么样，就是都在他这里。所以星星他说他为什么，他昨天说他也可以不放弃他那些喜好，他也可以不放弃他的追求。他说他在没认识我之前，他是花钱很大手大脚的。然后，反正他说完那个话以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觉得，你这说什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不是因为那件衣服，是因为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的价值观进行了一些探讨。就是我希望星星再把他之前的那些就比如说他喜欢做的事情都拾起来，是吧，做他爱做的事情，对吧。我没讲明白这些。那你看啊，我就是我不是去了一趟厦门嘛，我和那些姐妹我们去逛街，然后那些姐妹吧，她们就对于那些很贵的衣服，她们就在那里试，就是她们不买是因为是真的不喜欢，然后还说老板，哎呀老板你这里的衣服怎么还不进新的呀，我都没法买。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些衣服以后，我会先摸一下这个衣服的质量好不好，会看一下这个手链贵不贵。然后他们就不会去看这些东西，就是我以前也不会看，我以前只会看这个衣服我喜不喜欢。那这是不是说明就是咱俩没在一起之前，就是你还会去买一些奢侈品之类的，但是咱俩在一起以后基本买的全都是 A 货，就是不是 A 货的也就是像什么，就是那些就是大家就在商场里都能逛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大众的一些东西。这说明你跟我在一起以后你的生活质量下降。这不叫生活质量吗？生活态度改变，是生活态度和消费观不同了。就是以前的我也很喜欢买那些贵的衣服和包包鞋子什么的，但是现在都不会买了。如果现在要买贵的东西吧，现在买贵的东西可能会在就是你像我哥办公用的电脑，可如果要买的话可能会贵一点。但是我们俩是在奋斗，但是昨天晚上我们俩还在说我们不会要孩子，我们一辈子都只有彼此，就是唯一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孝敬父母，对吧。其实对我们俩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我的一些什么，我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吧，就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一些那种紧张的感觉，还有那些那种那叫什么感呢，就之前我们老师说我不是，就算你现在让我，你看我现在跟姐妹一起逛街，我还是会很大方的说出来，我说我觉得有点贵我舍不得买，对，危机感，我还是会告诉他们，我说我不是买不起，我还是会觉得贵我舍不得买，我说我觉得这个钱留着我跟我哥去旅行要比买一件衣服更让我觉得划算。我觉得我们俩很爱旅行，每一次旅行都会花钱，就两个人旅行不一点都不省钱，两个人旅行会花不少钱的，包括来回的车票机票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了，对吧。李佳华，你要看会出重新进一下的。嗨嗨，
宝贝，我们现在在 emo 呢，我在 emo， 我现在好 emo 啊。你们在干嘛呀？卖货，卖货，卖货呀！卖你最爱吃的麻辣牛肉呢。那个，你们穿裤子了吗？穿了。嗯嗯嗯，脏脏心回来这里跟我们聊聊私事儿。他说他们两个在家都不穿裤子，就拿个毛毯，连内裤都不穿，拿个毛毯把腿盖住。那直播的时候能这样吗？直播肯定不行。直播都直播，我一般都是宝贝说直播了，我才说行，给我拿件内裤。那我们打一局吧，你们输了就还原平时在家里面的样子。铁子们，他们想干嘛？铁子们，姐夫我还原了，姐夫我还原，你敢看吗？我不看啊，就是你还原直播就好了。你不看，你让我还原什么呀？他太流氓了。嗯，还有这福利，对啊。对啊，你还原，我跟你说，你今天绝对每一个都爆单了，每一个都爆单了。为了事业是要做出一些努力的。我们不用为了事业做这么大的牺牲了。怎么了？你把你们的粉丝当外人？哎呀，什么？小心，快骂他呀！小心，快骂他。该骂你玩啥？玩啥呀？我们打一局吧。都好喜欢，那你关注一下。知道我们是带货主播，俺不知道做什么 PK。这样我们输了，我们就给你寄麻辣牛肉，好吗？在厦门寄。你本来就是要给我寄，那天走的时候在那个基础上再多寄一点，我就多给你寄一点。厦门在那个基础上再多寄一些。你头发咋了？让寄挠了？什么？你头发？你今天又去弄头发了？没有啊，就是我自己加的造型。自己用那个夹子夹的。哦，好帅，好帅呀，好帅。我们玩啥嘛？玩啥嘛？啊，你说。对，听不是说了吗？我在那个基础上再多给你寄一些。我不要，你输了，我问你三个问题。加了，好的，谢谢。啊，这既然这三天都没问过，我还得非得在这顶上问。还有没有问过？嘉华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背着小新偷偷给我发了个消息，问我睡了没有。我没敢回，没有敢回，我怕。因为我那天需要一个，就是像快递一样的事。我们不说，我们不说，我们不说。嘉华无语了。我们输了干嘛呀？这样吧，这样吧，你俩输了，你俩就在那个，你们不是有这个毛毯吗？就正好盖上，吸个草莓吧。哎，行，那我一吸就发青，我没有你会吸。行，那你们就这样。对啊，所以想要你练习一下。好，行，那个。那个，你要是输了，那个就是你那件衣服，然后借我老头穿一天。有点卡，有点卡。别说那个，你输了的话，那个让李佳华穿上袜子直播。穿上袜子，嗯，可以。主要我家没袜子，让我只能穿那样新的吧。我不穿袜子，我感觉那样会很难受。让你家穿袜子，你穿小新的袜子也行。对，穿袜子，穿袜子。哎呀，我的袜子，担心有脚气会传的，你穿不穿？那你们也吸草莓？谢谢，谢谢，咱们都吸草莓吧。行，重连，我们都吸草莓。行，那我们重连吧。怎么重连呀？哎，白白便宜了你以为重连我又没有实力了是不是？行嘛，哎呀，你跟 我也知道你们实力很雄厚了。你跟带货来那么闭麦，闭麦打不过你、啊。闭麦，谢谢谢谢宝儿送的摩天大楼。谢谢。闭麦闭麦闭麦。欢迎 Jesse 加入。海哥来了。谢谢热心市民孙女士，谢谢。谢谢孙女士。其实大家不用给我们上票，我们可以吸个草莓，大家多看看我们小黄村里的东西吧。我们还是想从这个 PK 主播转型一下，我们不想总是依靠 PK。我们本来就是带货主播。什么？海哥在对面送了魔幻大楼？海哥，你是不是送错了？海哥，维古莲。海哥可能是想看你给我吸草莓。海哥，你是不是送错地方了？呀，谢谢海哥，谢谢谢谢谢谢。嗯，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海哥。海哥，你刚刚绝对是送错了。一见到你就哭了。我范哥。宝贝，听什么歌？初一。Bloomy，Bloomy 行不行？好。Bloomy。海哥没有关系，都是我姐妹，送错了也没事儿。我刚刚可 emo， 真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emo。昨天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跟我哥，然后我们俩在那里拌嘴，吵架。哎，你们信不信有一些主播他？他可以秒变脸，就是我们吃瓜，就是他可能就是一开始很不开心，但是他一直播他就会很开心。哎，真的有那种啊，可能是因为他们平时，但是我们会把情绪带到直播上来，就是跟大家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很丧。对啊，大家会觉得谢谢五三幺，谢谢。像那种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谢谢五三幺，谢谢。我还挺佩服的，因为他们会压下自己的不开心，然后去给你们带来快乐。但是像我俩，就是要是真的不开心，可能就表现出来了，就是不开心，也会把 emo 带给大家。不是啊，大家看直播不就是为了开心吗？谢谢五三幺，谢谢。就大家看直播是为了开心啊，我要是把 emo 带给你们，就是多不好呀。谢谢五三幺。我看我头型好看吗？哎呦，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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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我跟你说，要是我真的一秒钟我就能哭出来，就是一秒钟我就能哭出来。咱就是说，斗得过绿茶。就是那些绿茶要是在我面前流泪，我跟你讲，我瞬间我就哭，我都哭的，我都躺地上。天哪，这就赶上来，他们真真厉害。待会儿让小新帮我们推一推麻辣牛肉吧，我今天麻辣牛肉还做活的吗？我们以前 PK 的时候是不是也那么厉害呀？啊，咱不做 PK 了，别搞，我们是带货品。哦，我们那个咖啡帖子呢？我们的咖啡在四号链接，大家拍那个24粒的就可以送一个马克杯，我们自己做的马克杯。嗯，那个24粒的是169.9米，是24粒，盒是一杯七米，然后那个就是那种冷萃咖啡的味道。它没有别的味道，就是冷萃咖啡，你可以自己往里面加奶也好，自己加糖也好，都可以的。在四号链接。14秒，13秒，12秒，11秒。哦。呀呀呀！这是干嘛呀？谢谢 Lucky。不要，不用了，姓毛，不用了。谢谢妈妈。不要不要。谢谢我妈妈，我的亲闺啊。赢了。姓毛，这少买多少？少买多少？辣条灿子，然后韩熙，谢谢小兔子 Jesse 姐姐，还有小葡萄小梨窝，谢谢大家。我的亲闺啊，你有什么怪癖想跟我？我怎么虚假宣传了？你放屁！辣条啥？去啊，去拿呀，是我虚假宣传，行吧。哦，无语啊，今天都已经提醒了。你要袜子放哪呀、啊、你那个抽屉里好像有啊。今天都已经提醒了5次了。啊，怎么又被虚假宣传了？我真的很无语啊。我绝对赠好不好，铁子们。怎么会虚假宣传呢？你们反馈一下吧。反馈有啥用？没用。就限，就是提醒一次限流一次。小新，快给我推一推我们家的麻辣牛肉呀。提醒一次限流。我今天还送东西。对对对。他们家那个麻辣牛肉很好吃，姐妹们，真的在三号链接，我今天还送一包东西。Okay.
他们那个麻辣牛肉，我那天吃上瘾了。姐妹们先别吧，等他们给我寄了，他们没给我寄就别再送一包果冻，再送一包。你们那边现在一时半会寄不进去了。你们下午又寄不进去，你帮我宣传宣传嘛。三号链接，三号链接，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我的新袜子咋了？给你男人穿穿还不行？他就喜欢我不穿袜子的窝眼。你都给别人崩大了，我这条袜子都没办法穿。男人下单在三号链接，就今天还送一袋果冻。哎呀，你要经常劝他穿袜子，不穿袜子很凉。他现在没感觉。你们又没有地暖。好嘞，好嘞，好嘞。我穿的还好穿呢。哎，姐夫不能偷偷脱啊！不能偷偷脱。为什么呀？就是今晚啊，一直到今晚，今晚下播。那这样，那你就是可以穿两场 PK， 穿两场 PK 吧，然后你脱掉。太善良了，你。哎，你穿了就穿个鞋嘛，宝宝，你袜子又在地下踩，一会儿全踩黑了。宝宝，你还回收吗？回收。行，那我们走了，你好好卖你的货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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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伙哥哥。拜拜，小心宝贝。起三局了，哎呀！喂，叫什么家花哥哥呀？我就叫，气死你！在三号链接，我们的麻辣牛肉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很好，很好吃，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还会赠一袋草莓味的果冻给大家，赠一袋果冻，下麻辣牛肉赠果冻，还有最后十二单，开没就拉倒。谢谢大家夸我，谢谢大家夸。这辣姆鲁利就是活动价耶，辣姆鲁利59.9米活动价。不是披毯子，是因为他老是提醒我，不知道为啥披上毯子就不提醒了。我们俩不热，我们俩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嗯，厦门不能发，对不起。啊！干嘛？干嘛？别闹！怎么了？芝麻饼，芝麻饼有。芝麻饼给大家搞活动吧，活动价，芝麻饼都卖了6单了，天哪！哎，人家别人都是卖好多好多单，然后咱俩卖6单就很开心。那怎么了 ？Oh my my my！ 我俩不是走颜值路线的，走不了。芝麻饼在11号链接，芝麻饼在11号链接。哎呀，我好想我的姐妹们呀！我好想跟她们一起打麻将、唱 K、吃饭，然后 drink。你跟咱刚刚说到哪了？嗯？咱刚刚说到哪了？就说到那个 emo 嘛，刚刚多 emo。嗯。其实这次我们从厦门坐高铁回来的时候，就在厦门火车站，然后也。就是就体会到那种在南京火车站的感觉，就是那种很落魄，但是两个人又依偎在一起，就互相取暖的那种感觉，就还感觉特别好。真的赶车的时候太累了，特别的累。